害的哦，也是有出国表演的哦，走国际路线的，国际路线的哦，欧美英等等都会有。对，紧接着呢，就是我们左营新上里的排舞表演，来欢迎左营新上里带来的国际性的排舞表演，掌声欢迎他们的演出。好，下 music， 耶，呜。摇摆，好热情啊！新上里继续呢，还有哦，喂，换了不同的风味咯。手，吉他弹得再唱就生活。
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特别是合体国际剧排舞俱乐部，对不对？对。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舞蹈的一个特色。啊、哦，我们这个舞蹈呢，综合了中国、美国，还有最现在最热门的就是圣诞节气氛的，哎，摇滚圣诞三个主曲。哇，今天就一口气给我们带来了三个主曲。哇，老师你好棒啊，都没串呢哈。哎，修改串。其中还要特别推荐我们中间抒情的那一首，叫做《成都》，去年2017年在大陆非常夯的一首歌，一直到现在，连我们家的那个小爱同学都非常喜欢这一首。只要说小爱同学，嘿，我在播放一首歌吧。好，在成都的街头陪你一起。喝咖啡，哇！那所以再跟我们观众朋友吧，来跟我们的现场的好朋友来宣导一下，我们什么时候来学这样子的排舞，在哪里可以找到？可以来跟你们一起学习吗？可以，非常欢迎。我肯定你们一定猜不出来，我们台上总共八位学员，总共加起来有几岁？让你猜三次，猜对有奖品。对，猜对把你带回家。OK， 哎、欸，没要问那个摄影师。就是说我们跳排舞可以保持年轻活力，不然猜我就好了，不要猜总数不好算，猜我就好了，三次猜对让你带回家。45 No 28感谢28的感谢，再一次再一次再猜一次再猜一次再猜一次，第三次36 36 36。谢谢，非常感谢。我今年63岁，哇，话没出来呢。所以要不要来跳排舞啊？赶快来！每个礼拜二晚上8点，在龙华国中自由路的龙华国中，我们合体国际排舞俱乐部在那里欢迎你回到28。OK。哇，谢谢我们胖妮老师，又一个我们经常动就可以保持健康的好朋友再一次的见证了美丽的队伍，最佳见证，让你从63变回36。哇，翻转年龄，耶，谢谢，再一次热烈掌声来，谢谢，好，谢谢我们新上
上里的合体国际排舞俱乐部。哇，哎，又一个精彩的节目要上场了。有脸蛋是脸蛋，身材身材，还有美腿，对不对？对。